你别打我，我给钱。我不要钱啊，我给你钱。你给我钱，为什么呀？让你做次有钱人。 最近，唐药在房地产行业屡屡制造出了天价楼盘。在获取暴利的同时，药棚集团也被爆出拖欠拆迁款、哄抬楼价等诸多丑闻。特别是在唐药放盐，楼价还要再上涨20年，这也让他成为目前最有争议的富豪。财富甚至是崇高的，因为他可以维护正义，帮助他人。本是最富有的企业家，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慈善家。 这个就是唐药对他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过。我宣布，今后药棚集团每卖出一套房子，我们都会拿出利润的5%，用来捐赠给药棚基金，希望大家支持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努力。哥，我给他资金。我跟你说，今儿你要不给钱，可要出人命了。哎， 都说农民工要找有创意，这哥们算见识了呀！别给我整的没用的，不要账嘛！待会儿有人跟我打球，他输了你俩帮我要账，我给你俩20%。那你要是输了，我告诉你，丁军回来，我照样赢他。谢谢大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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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 唐总，你们俩关系弄成这样，为什么不离婚呢？你当我傻呀？你以为我是科比、乔丹、伍兹啊？你以为我是斯皮尔伯格、道格拉斯啊？这一离婚，多少亿没了。我是知道了，不劳而获是女人的天性。哎，你别尴尬，我说的是女人，我没说你。唐总，明天上午有9个公司的内部会议，明天下午还有股东大会。股东大会留着，其他的全取消。我比较累。哎，唐总好。你好。唐总好。 唐总，我的发言稿已经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可以上去演讲啊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还轮得到你吗？是在一家大商场。唐总，哼，那个世界投资的黄总，黄岛主，想约您见个面，他的岛屿想低价转出，便宜有好货吗？ 我觉得如果搞地产的话呢，成本很划算。动动脑子，真要是好事，他怎么不自己干呢？啊？是，回办公室去吧。啊，哎，我正忙着呢。 人给你带来的礼貌，外号一杆收，就他一杆收，知道规矩吧？一盘2000，别太贵了，不是说好200一把吗？啊，怕什么呀？跟你打，有我呢，打。 赢了，这台球厅归你。
干嘛不赌啊？我们输了赔2000，他们输了整个开局的命都没了。赌。我傻呀，一盘10万的敢不敢？白吃都给吃了啊！掏钱吗？磨叽什么呢？10万。我没钱。没钱我就要你撑儿子手指头！我上，抓住他！大哥，快追呀！快走！过去干什么？看不懂啊！就闭嘴！什么人都往里放！无良奸商！破天拆天飞！躲不过就享受它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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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把跑了！你还跑？你就这么跑？跑！哎哎哎！站住！哎，这怎么那么像唐总啊？真呀，可能是酒喝的太多了，不太舒服。来吧，一会儿就舒服了。就是平时锻炼少了，营养品吃多了点，加上你还吃了这些男性功能性药物，你这可怜的血管就扛不住了。哎，你先别急着说话，你的舌头肌和咬肌还没完全康复呢，安心住院休息啊。药鹏集团总裁唐耀因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，据说是跟某位模特约会期间突然病发。药鹏集团明天将举行股东大会。唐耀总裁的这次意外入院，明天就是股东大会了。您现在搞成这样，我怕。本台将继续追踪报道。我怕文总会借机取代您的位置。啊？什么替身？我。爷爷当心脑袋啊！慢点，慢点。我可能啊，得有些日子不能来看您了。啊。我运气不好，打台球啊打输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输的嘛？下棋下棋，爷爷往那边走啊，待会儿我们再来看。哎，过来看爷爷了。是是，陪爷爷说会话。哎，刘爷爷好。坐。你挨着刘爷爷坐啊，当心点。哎，爷爷，你放心，等我有了我自己的台球厅呢，我回来好好陪陪你。到时候啊，我给你换一个豪华大套间。我也要，给你一间。我也要。你们一人一间。我不要，换房子干什么呀？为什么呢？回头我孙子呀，该找不着我了。
爷爷，您看着哈，我就是您孙子。你，不是，我孙子呀，没出息啊，挺好的一个小伙子，都快四十了，也没娶上个媳妇儿。笨呀你！给钱让我演别人，忽悠谁呢？犯法的事我可不干啊！我干！给我钱，我什么都干。图，干什么呀？你动什么手啊？把住了，把住了！你老实点，使点劲儿，别动！这是要剪什么呀？你还动剪刀啊？好不容易留的头发，别动！严肃点，汤总，哎，汤总，来请下，老，你谁啊？我老五啊，能来？你说呢？我说呀，这都停时间了，过这么久，你说这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这着急了，咱们再找伙计啊，他们来这会有点开了。看来唐总今天是来不了了，今天的会议要不就你来主持吧，也只好如此了，请吧。药鹏集团股东会议现在正式开始，很高兴今天由我来主持。唐总来了。这个会呀，哈，就我主持哈，好，高兴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现在唐总有急事，需要先离开，唐总。那你包子，你还想吃啥？看你饿死鬼！哎呀，张亮哥，我看这松子有点不香了。管他，跟上再说。对着推车去。太过瘾了！停车。谢谢啊。下车。这就完了。喂，回来。
咋揍你？叫我回来干嘛？还有什么事儿？不就是这身衣服吗？哎呀，太抠门了。接着演。还干？开个价。十万。十万？你要觉得不合适，咱再商量一下。成交。明天的生活更美好。哥，咋弄？啥咋弄？接着追，走。唐耀今天正常出席了药鹏集团的股东大会，逃色丑闻不攻自破。从今天起，这儿就是你的家了。你最好老实点，明天我来培训你。哎，好，我陪你训。你都必须背下来。跟唐总有生意来往的人的 names， 唐总经常出没的 place， 我们企业的 professional words， 各种场合的 social skills 和公司管理的 percents。让我死，记不住就让你死。你说这怂住这么好的房子，十万块钱还赖账，哼，老天不劈死他？瓜怂，劈死他谁给钱？那咋弄？走，改天再收拾他。走。别闹。女儿有人吗？没人。静儿也没有。走。
扔上岸，走了。记得住啊，要么就算了，我不是这块料。那结账呗，那我走。结账？这么简单的题错那么多，你敢问我要钱？我告诉你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不学无术、又笨又蠢、胸大无脑不，胸无大志的男人。一会儿抱怨这个，一会儿抱怨那个。你要之前好歹也想想自己现在的样子，你的今天就算只有一天，也是很多人这辈子也想不到的，你懂吗？谁稀的？不学无术怎么了？我又不做学问，又笨又蠢怎么了？我有本事我就自己开公司去了。发神经病吗？老处女情节，真是。虐待员工啊你！我要申请工伤。别走啊！你个瓜怂，让你踩个点儿，你连个狗你都看不见。要不是我练过铁钩子功，咱这200多斤，全喂了狗了。那你光让我去看看有没有人，你也没让我看看有没有狗。你还犟嘴？你敢犟嘴？亏了你还从农村出来。先出生看家护院比人管用，知道不？这么大了，这么大了，那你说现在咱俩咋弄？你咋弄？接着要钱。她是女秘书还是女杀手啊？什么东西？幸亏老子有准备，不然早废了。换谁谁也受不了啊！这地方不能待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识时务为俊杰，不能贪图小利。唐耀有什么好学的呀？他谁呀？有钱人怎么了？这地方我还不稀得待呢。真是自恋，还写自传，有什么可写的呀？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力量，一是利益，一是关爱他人。虽然不太懂，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。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李梦啊，李梦，人家那么有理想，你怎么这么点事儿你都记不住呢？我就不信了。今天你要记住你的下属，这位是 Sharon， 这位是 Robert， 这位是 Steven， 这是 George， 这是 Bob。 包子，哎，那萝卜是谁呀？唐总，唐总，别管。唐总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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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总好。Rose， 唐总好。饺子，唐总好。雪梨，唐总。包子，唐总。萝卜，唐总好。最近公司各项业务情况就是这些，唐总您看。唐总，哦，散会。
汤总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秦厂长，走走走，出去。汤总，出去。秦厂长，老五，他是谁呀？穿的那么时髦。少管闲事，少说话。别碰。怎么了？古董啊？不是，但它价值4亿。这个也别碰。又怎么了？这是乾隆御用的御制龙藏，孤品。1644年，吴三桂引清军入关，为的不是陈圆圆，为的就是你屁股底下这张椅子。等一下，文总会来找你，不论他说什么。你都记得，问他你觉得呢？你觉得？然后拍他脑袋。我拍他脑袋干什么呀？因为唐总有这个习惯，如果你不拍，他会觉得有问题。那拍坏了呢？唐总啊，有个事情要向您汇报一下。哦，公司老板计划打算提升5%，您看。你觉得呢？8%。这护肤霜挺不错，皮肤挺嫩的。15。明白了，20。啊，您看黄岛主的事儿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先走了。真动手啊！太刺激了。今天给你放假。放假？唐总给的卡，随便刷。刷卡刷了50万。小人的。是啊，这人本来什么都不懂，与其留在公司露怯，还不如让他出去花点钱安全。可是我不懂啊，您干嘛非要找个替身呢？我常耀在外人眼里是完美的，这么出去形象不好，对打离婚官司也不利。一定要把这个笨蛋给我看好了，别再出什么乱子了。唐瑶不如我吧，再让唐瑶倒一回。嗯，今天晚上去我那儿吧。我老婆秦雨薇，唐瑶的老婆。今天是地产行业的酒会，他必须出席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你只需要说谢谢你的配合。你在看我吗？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呢，整天装出这副笑脸，不觉得自己很累吗？谢谢你的配合。我看你还是闭上你这张嘴吧。走啊。严总，听说你最近谈了一笔大买卖，哪里，赚了不少啊！以后还得靠莫总多多关照啊！哎呦，唐总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没见了吧？也没有几天嘛。不买房，那就涨价，涨到让他们害怕。想等房价跌，咱就捂盘，看他们买不买。恐惧是人们消费最大的催化剂。你们也太阴了吧！这都是你想出来的办法，我们只是照猫画虎啊！我他妈真不是东西！哈哈哈哈哈！
别太过分了。什么时候签离婚协议啊？你心里的那些小算盘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你不就是不想损失你那点钱吗？我就要和你离婚，分你一半家产。谢谢你的配合啊，唐总。信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赶紧走。哎，唐总。唐总，唐总啊，你这人不是让你走的吗？你敢送啊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别摸啊！哎，走走，注意素质，要亲民。是，我认识你吗？人家，俺是青山庄的老吴。老吴，还有跟你的合作来。哦。照片呢？还记得了？这是我，这是你啊！这两年俺那雨水大，你学校屋顶啊天天漏雨，俺也是实在没着没落了，这不又想起您来了。跟老总说话别结巴，别紧张，娓娓道来。我问你要多少钱？50000。太少了，给你50000。面临贫穷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50000能盖大楼了。那就盖大楼，给孩子们盖新楼。我有慈善基金，明天就可以给钱。唐总啊！我代表村委会、党支部、民兵连、妇联、全体村民、所有孩子，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。您您忙着，不打扰了，留个纪念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妈的，相夫一笑。喂，财务部吗？我是唐总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唐总。嗯，跟文鹏飞说啊，明天给那什么青山庄打50000过去啊，赶紧的，就说我说的。怎么样啊？今天能怎么样？现在踩地毯上在哪不挨骂？踩了10个8个骂人。哎，等等，啊，那不是糖药吗？哎，快跟快跟快跟，肯定有重大新闻。怎么回事啊？本来呀，他孙子答应他今天来陪他骑大马，他今天过生日，到现在还没来，这不封上了？我要骑大马呀！哎，回来！胆胆小鬼子，胆胆这个主意，胆胆小鬼子，下来吧。能问您几个问题吗？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，经常来这儿吗？有身份怎么了？就老人就得多跟他们在一块儿待会儿啊！谁家没个爸妈呀？啊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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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老年人是全社会的财富啊！哎哎，当心！哎呀，哎妹，我跟你讲，这小伙可好了，是吧？进仓是俺们家的，俺们小伙可好了，怎么着的？听说您的慈善基金要捐助这所敬老院，你觉得呢？哎，他是我孙子。你们说什么呢？他是我的孙子，我的孙子。这是唐耀大老板。什么大老板呢？他就是我的孙子。是我的孙子，我的，我的孙，我的孙，他是我的孙子，我的孙。大家都别吵了，我是你们所有人的孙子。这位是杨老板，哎呦，外号蒜泥痕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把大蒜从1.5块炒到7块钱。
逗你玩，你把绿豆都炒到26了，你更黑。让让让，谢谢你的配合啊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不是挺享受这种生活的吗？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喝红酒喝齁着了。不靠谱吧？有钱人真不靠谱。哎，这什么世道啊？你说他们挣钱真这么容易吗？你呀，最好别相信他们。为什么呀？按唐耀的话说，这当中充满了虚伪，还有谎言，越有钱越这样。都看出来了，都写在脸上呢。你也受不了了哈。要不是为了看好你，我宁愿在家吃泡面，也绝对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。咱们两个没意思的人，在这么个没意思的地方做着这些没意思的事儿，真没意思。哎，你以前谈过恋爱吧？没有。能不能来点真的？就是没有。接着装，接着装。不过，是最老最俗套的故事。说说呗。那个时候，我在药棚还是个小职员，为了供我男朋友读书，我每天都要打四份工，好不容易熬了4年，熬到了他毕业，他居然牵着另外一个女孩的手跟我说：“我们不合适。”干什么？你真的死了不值，要跳也应该是我跳。公司出问题了，没钱了，扛不住了。那你，我把你拦住了，也就像是把我拦住了。人不能只靠自己活着，还得为别人活着。这唐耀看起来跟里面那帮家伙还真的不太一样哈。没有过不了的坎儿，再谈次恋爱，往前看就什么都忘了。恋爱和男人对我来说都是靠不住的，靠山山要倒，靠人人要跑，靠自己最好。所以我每天那么努力工作，这是唐瑶离不开我的原因。我看好多秘书都跟自己的老板谈恋爱，我一开始啊还以为你是他的小情呢。我知道不是，现在看出来了。不过你这么活着呀，不快乐，这不好。你每天就是工作，有意思吗？习惯了。来，跟我走。干嘛？改变你的习惯。哟，过来了，你也在这儿，好久不见。来，这儿，来，哥，手机不错呀，是吧？一会儿过来喝，来，没问题，6个，好嘞。
不错嘛，你跳的还行。站住！把钱拿来，十万，一分也不能少。别怕，有我在呢。你醒了，昨晚上玩得太疯了。我怎么会睡在这儿？来，喝杯牛奶，有早餐。咱俩干嘛了？该干嘛干嘛了呗。我跟你说啊，亏了，还不如干点啥呢。我警告你啊，昨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你都不能告诉任何人。谁没点回忆呀？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容忍自己跟老板有这种关系。我又不是他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我偏要说呢，温柔点。啊！喂。财务部吗？我是唐总。是这样的，上次我让你打的那笔款打了吗？什么？这不是有50多万吗？啊！赶紧把钱给那小吴，不是那老吴打过去。你看这小数点了吧？是吗？哦，小数点，那，才5700多块钱呢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萝卜萝卜，这一直都这样的，文总也知道的。这慈善基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就是个幌子吗？幌子？那些捐款呢？我们都是诈捐呢。别说那么难听，咱们不是一直这么运作吗？唐总，您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？给忘了？哦，没捐呢是吧？嗯。行，没事，你们出去吧。这都是唐耀干的吧？嗯，还搞什么慈善基金？哎，不行，你得想法给我到哪儿搞出50万来，赶紧的。公司有规定，50万以上的款项需要由董事会决定。我是唐耀，你是假的。我现在不是演着呢吗？他们哪知道啊？我菩萨发个善心呗。唐总也是不会同意的。我就不信了。唐总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都过来吧。哎，走了走了。哎呀，
炕头。老吴啊，哎，你赶紧拿进去摆上。哎呀，来了！哎呀，我把人都带来了。哎呀呀呀，刘总，你好，张总，你好，你好，万总，啊，你好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都快进去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快进去。来，欢迎欢迎，使劲欢迎。哎，您请，先生，小心点。好，您坐，等我中间。大家都坐，坐。您坐这边，来，您坐那边，站您的。现在咱们听这个胖总讲话啊。喂，有，秋风送爽，丹桂飘香，一年一度的，不是，史无前例的企业家朋友和农民朋友的桌球比赛，马上就开幕了。输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体现我们的爱心。看着眼前的这群孩子们，我感慨万千呐。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，我们要捐款。好，你鼓掌啊！等啊，什么呀？啊，你神经！你怎么让我们捐钱呢？不是带我们到郊区来玩的吗？你干么事噻？放轻松，别紧张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吗？没什么嘛。反正媒体记者们都在，对吧？来，大家就当玩嘛，爱捐不捐我是无所谓。来，聊聊啊！来，几位老总。我们一直喜欢做善事，是吧？来，您再说两句。支援山区是我们商人应尽的责任。说好了，无论输赢，一局五万，一干八千。接着来。我的神呀，这家伙要给村里捐钱呢。我这个人非常实诚，前些日子看一个广告，说一个富豪啊开一辆豪车捐一车旧书给学校，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吗？不意义。张总跟我意气相投啊，是吧？是意气相投，意气。这一次啊，我们来到青山庄小学，非常的高兴，非常高兴，非常。举办这一次别开生面的桌球比赛，我们觉得很有价值，非常有价值，非常有价值。我跟张总决定把我们的车都捐了，都捐了，都捐。嗯。他不捐，我捐，把我这辆宾利现在就给捐了，捐给青山庄小学。您不是在作秀吧？以前的糖药是假糖药，从今天起，这个糖药才是真正的糖药。我怎么没事儿？你怎么脸上就脏了呢？那风沙那么大，我又没去过。拿个布包住头啊。没经验嘛，你呀，私自把唐总的车给捐了，我也没拦着，麻烦可大了。哎，怎么了？真的会被开除啊？也许吧，不过我还挺高兴的。嗯，哎，既然咱们都要失业了，再玩一把呗。干嘛？把他帮我操作一下。太好了，这正是我该做的事儿。来吧，哎，稍等片刻啊。这么大的屋子没人气，有蛋用啊！该撤了，没少折腾。你是唐耀吗？你发现了呀？哎，这我得解释一下，
这事儿比较复杂。一点都不复杂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你变得像以前的你了。新闻我看了，没想到你会为那些孩子捐款。其实啊，你可以重新认识一下唐耀。我来就是要你把这个给签了。我，这个是你。我不是，你把这签了呀？我们各奔东西。我不能签。你还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折磨你。行了，你到底签不签？签是可以啊。就是说，签之前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？你真的那么恨唐耀的，那么恨我呀？以前没有那么有钱。你会关心我，会跟我说真话，就像你去农村一样，也会关心孩子，会给他们造学校，似乎回到了以前。你能够关心别人，为什么就不能关心关心我呢？也许是他，也许是我压力太大了吧，这个你能理解呀？你都等了5年了，这不证明你心里有糖药吗？哎，如果你现在能够斩钉截铁地说，你跟糖药一点感情都没有了，那么我马上就签，你敢说吗？哎，糖药干过很多坏事儿，连我都觉得丢人。不过，这个离婚。它是一个很慎重的事儿。钱不是那个原因，就是坚持下去，也许生活它就能改变了。会的，至少我觉得会。把那两个民工给我找来。最近药鹏集团总裁唐耀捐车捐钱的事情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大关注，社会上不少人士对此是持有不同看法的。那么今天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二位，对此是医生说了，你可能是轻微脑震荡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最近这两位世界级的富豪都在号召有钱人捐出财产，药鹏集团的这个做法就证明了我们中国富人是关注社会的存在。唐总，不就是辆车吗？没事儿，再坚持2天，啊，等我身体好了就打发他走人，你忙去吧。还有，让那混蛋离我老婆远点儿。文总好，两位里边请。里边请，唐总。小心脚下，请。这边，唐总。哦。
这边。啊。这就是黄道主，他有宝贝要给你。什么宝贝？唐总好，唐总好，唐总，哎，还有件事，离秦雨薇远点。秦雨薇，唐总的老婆。你吃醋了？唐总好。唐总。维特。God， 有日子没练，生疏了。斯比克。为什么买这个刀？你知道他的情况吗？文总不是去看过了吗？这个岛挺好的，把这个海岛改造成老年人度假村，建个福利院，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你只是一个替身，不是什么真老总。唐总，不好了，楼下出事了！你这什么破事呀？你快点，快点！你们家人行不行啊？朝那边拐，对，朝那，哎，停着！哎呀，你啥呀？停下！干什么干什么呀？没错，这个你留着，省着点收。车不都已经送给你了吗？啊，不是，他中不了地，中看不中用啊。你直接借钱，俺能盖学校就行了。钱还没给你啊？啊。唐总，人找来了。刘文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给金山庄那钱怎么还不打过去啊？那些人除了要钱就是钱，慈善这事儿说说就算了，不用当真的。哎，就不能说说就算啊！我这事儿我是当真的。唐总，公司最近资金很紧张，这事儿您知道，没有这笔预算的。买地皮有钱，盖房子就没钱，建学校就没钱呐。我不管啊。文鹏飞，你今天要是不把钱让那老吴带走，我跟你没完。你说什么？我跟你没完。你没事吧？为了几个穷不拉几的乡巴佬，你跟我没完？唐耀，你最近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啊？是你叫的啊！知道尊称吗？还瞪什么瞪啊？不服是吧？以前我不愿多拍你，是我嫌手疼。我现在拍死你！我有问题，我把你开了，我看他谁有问题。放屁！你根本就不是唐亮！我告诉你们，他根本就不是唐亮，他是骗子，他是一个流氓！把嘴堵上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这我说了算，我是唐亮，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把你给开了，把他给我扔出去。什么？他把文鹏飞给辞了，行啊。好，知道了。耀鹏集团开发海岛老年度假村，完了。今天召开记者发布会，是我要向大家介绍唐耀在过去种种哄抬物价的内幕，用违法圈钱的手段爆炒房价，他的慈善基金更是个幌子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慈善家，他只是一个谋取暴利的奸商。耀鹏集团每卖出一套房子，他就会拿出50%的利润给基金会，可是钱呢？我们没有看到，很显然，已经装进他自己兜里了。哎，唐先生。唐先生，请问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唐先生，快走！唐先生，圈地
一房两卖，勾结政府官员，行贿受贿等等等等。朋友来了。这是必须的。如果我出任药房集团的总裁，药房集团明天会更好。唐总，你不累啊？嘘，唐总，那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一下呀，唐总。哎，唐总，唐总，唐总，你快跑啊！漂亮了！谁说我是骗子？醒醒！唐药，谁让你买这个岛的？干什么呀？哦，你是嫉妒我抢了你的风头是吧？这个岛多好啊，要是建个养老院多棒！这他妈破岛一涨潮只剩100平米，还养什么老？真值钱轮得上你啊？李静，你真把自己当我了呀？别冲动，都被下套，你也往里钻呢？我急了，再动手我还手了。急的试试，你还敢还手？没事吧你？醒醒！行了，你咋说晕就晕？我以为你死了呢。哎，起开，把我冻半天了。你没趁我晕过去跑了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啊？刚才我好像做了个梦，梦到我过去没钱的时候很快乐，后来有钱了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那是因为你谎话说多了呗，原来那劲儿没了，只剩下追求钱了。怪不得你老婆跟你离婚，谁爱跟个钱串子过一辈子呀？我老实跟你说，其实你老婆对你挺有感情的。还真有点想他，我也想，你也想，我想我爷爷。估计再也见不着我爷爷了。这儿呢，这儿。
10万块钱，唐总，这你一定要看一下。买了一块完全不能利用的废地，他要干什么？他有责任向我们大家做出交代。这样的人完全不配做我们的总裁。完了，怕什么呀？这是好事儿呀！你现在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。那本书里你写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就这个。那。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力量，一是利益，一是关爱他人。人的成功、财富的极大获取，不只是可以买来名车、豪宅，或者获得什么绝世美女，用自己的财富去改善环境、改善教育，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，更让人有成就感。所以我创立了药棚慈善基金，更努力地获取财富，不只是为了享受，也是为了关爱他人。这是你说的，你写的，你不记得了？什么呀？这是好事儿呀！你现在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。他还真找了个替身，啊？哎呀，还是文总您聪明啊！您看出来了。喝酒吧，来，来，谢谢。文总，你说你为什么老逮着这糖药不放啊？不是我逮着糖。是他一直在压着我。其实我们从小就认识，上小学的时候，他抄我考试卷，结果他考的比我分高。我们在一起跑步，他给我使坏，我玩了个狗吃屎。长大了，我好不容易混成了老板，他让我让一个项目给他，好，我让了。结果，他不但不领情，还吃了我的公司。他不就把我上位吗？还找个替身跟我玩，我玩死他！我让他永无翻身之日。文总，你看我有钱，把东西赔完，你要给俺10万块钱呢。该干什么干什么。看我干什么？嗯，走，走，哥，哥，快点，我把赔完，你不给我钱，你个骗子！继续吧。又想跳楼啊？想也别在这儿跳，不够高。怎么，换个高点的地方跳啊？这跳下去能解决问题也行啊。好啦，你看你以前那么困难的时候心里还有信念，现在你可比以前有钱多了，但你心里还剩什么呢？你可别忘了，当时是你把我拉上来的。现在谁都想把我推下去啊。但总好过那时候吧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其实李梦教会了我一件事情。
唐总还没来呀？这几点了？这几点了？我还没来，你没办法。怎么干嘛来了？各位，唐耀如果再不出现的话，那我们就推选新总裁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一个人。唐瑶，你还真的有脸来啊？啊？来干什么？药鹏集团不需要你这种骗子，对不对？安静，听我说，安静。这是股东大会，不是菜市场。各位，我今天不是以董事长的身份来说话，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。从今往后，我希望我能够踏踏实实的工作，安安稳稳的睡觉，问心无愧的做人。在这儿，我承诺，我会把我在药鹏集团50%的股权收益用来做慈善事业。欢迎相关机构和所有媒体监督，保证绝不作假。哎呀，这说的特别好听。那个海岛计划呢，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？我只想问一下，他是不是应该辞职？辞职，必须辞职，必须辞职。海岛计划也许不像药鹏集团其他的房地产项目那样可以获得暴利，可是我们能建成中国最好的海上老人福利院，就像马尔代夫的水屋一样，老人们可以在海岛上亲近大自然，舒适的生活。海岛计划可以把我们的财富回馈给社会大众，我想这才是我们药鹏集团真正的收益。我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去实现它。今天你们可以投票罢免我的董事长职务，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真切的希望你们能够接受我，让我继续把公司的慈善事业进行下去。最后我还想说的是，我要感谢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身上的丑陋，让我反省，让我有勇气把这一切说出来。他的名字叫李梦。谢谢大家。各位，我还有个东西要给大家看，要让大家看看唐耀是怎么欺骗大家、欺骗股东的。怕什么呀？这是好事儿呀！你现在可以看见真正的自己了。这就是我们的董事长。他必须下台。文副总这招将计就计，实在是高啊！这怎么是将计就计呢？这叫请君入瓮。文总这一招不但把那个分文不值的小岛卖了2亿，还让唐耀丢了名声，让他名利双失啊！咱们呢，一箭双雕啊！你们说是不是？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唐总，董事会一致决定，由您继续出任董事长。
吃面呢。什么人不进来啊？哇，十万哥，怎么着，愁的连头发都没了？你那眼睛还没好啊？哟，还敢跟我提这茬啊？我没钱，快抓住他！说好了没钱，我要你个手指头啊！我不服，要不再赌一局啊？年轻人，我喜欢你，再来可就二十了。你那眼睛能瞄准吗？哎呀，来，给我马上！一个团伙聚众赌博还诈骗，走，带走，走，快，我是被害者，我没关系，快，警察同志轻点，走，李梦，不好好上班，你怎么来了呀？给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不合适吧？这是您得的，谢谢啊。唐总说想让你去帮忙，帮他开发海岛养老院的项目，说你打台球太埋没了。算了，那盖房子是他的事儿，我不想做什么大老板，我也做不了。再见啊。唐总，林梦呢？他把我拒绝了。嗯，我也要跟您说再见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我的新老板。这个不。是我孙子嫂的，到时候啊咱们都能去呀，坐那个海上的活神你去。买单，一共一杯半，不用打了，谢谢老板。嗯，结账了。生意不错呀。两百，人家多给你20块钱，口碑好啊！把钱拿来。哎，我是老板，